担心毛小孩受寒开电暖炉，返家却见三爱犬命丧火窟。狗狗拼命求救挣扎，期盼主人赶快救他们，但这火。基隆金鸡一路大楼社区今天清晨发生火警，好在屋主去跑步，但他的三只爱狗。我怕他们冷，就开电暖炉给他们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三只狗狗就这样被火活活烧死了。高中心基隆报道。